来到本周的风花博览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婷婷牛婷婷，好久不见。那刚刚过去的国庆节，不知道大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庆祝的呢？婷婷是跟朋友在一个生日的聚会上度过的，当然了，聚会还是存在于非常非常小的范围之内的。那说到这个庆祝啊，当然离不开这个美食和美酒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精彩节目呢？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自加拿大国庆150周年起至今，加拿大国庆日击鼓活动已经来到第四届。虽然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是活动仍旧继续，改为网络平台举行。大家对于这个活动印象最深刻的，莫过于在同一个地点凝聚最多不同国籍人士共同击鼓的热闹场面，并且还向世界吉尼斯纪录发起冲击。今年利用科技的发达，通过网络连线，有多达28个不同城市，跨越6个时区，在同一时间共同击鼓庆祝153周年的国庆。新时代传媒集团也因大会邀请提供制作支援，从早上10点起，线上已经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表演。而精通多国语言的2016年温哥华华裔小姐王思思更被邀请成为活动主持。长达6分钟的全国共同击鼓在上午11点准时开始。参与的朋友来自不同族裔、不同文化背景，还有不同年龄段，共同为庆祝多元文化包容性的加拿大而击鼓，为生活在这片充满善意的家园而感到自豪和荣幸。嘹亮而有力的鼓声，同时也向持续战斗在抗疫前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与支持。越是困难的时刻，越需要大家团结一心。正是这样的精神，才能够让我们取得抗疫的成果。同时，我们也期待疫情快快过去，期待明年的同一时间与所有朋友们再次敲响鼓声。